么我骑车速度真的变慢了啊？跟体力真的有关系哦。不是啊，还是我脚踏车爆胎？你 是把我轮子射爆了？啊？你 是把我轮子射爆了？怎么射？你射不到我车哦。你问我，我又不是你的脚踏车。等一下，你停一下，你停一下。哎，各位观众，我轮胎有爆胎吗？你自己骑到爆胎了，还怪我？没有啊，看起来没有啊。那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停，你停，你停。对啊，你刚在后面干嘛？我就觉得你一定在开我的枪啊。先生。这样你也爽啊、喔！你这样逗我，你也高兴哦、喔。我是真的，车子破了呀！你屁呀、啊！你到底要不要骑啊你？走啊！我骑的速度真的变慢了，为什么啊？自己烂车，然后说我害你。你是不是真的有朝我的那个开枪啊？哎、欸，你刚才打我一枪，我还比你快。哎、欸，换车，换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的车轮胎被你射爆了、啊。你屁呀、啊！自己爆的。真的？为什么啊？老老牛，这为什么啊？你怎么停？你怎么那么慢啊？老牛！等一下，你看，你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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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你看我起步的时候，起步的时候。你就牛啊！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